Alan， 你想揀邊個同你對戰？我想揀寶哥。Alan 選擇的會不會就是寶哥呢？吓？唔通？哦，真是寶哥喎、啊！我是第一屆廚藝學院的畢業生，阿寶哥是第五屆。他有幾叻，我真的未知，真的要會一會佢。同門的師兄弟決一勝負，師兄就鬥師弟，你一定會好看。世上只有媽媽好，如果要孝敬自己媽媽，有什麼元素是不可缺少的呢？我們介紹今天的評判，有我們的靚女評判梁子佩 Christy， 歡迎你。今天有我們長住的次哥和 Jackie 的。Are you ready? Ready! Let's go! 開始。Alan， 今天你這個感動媽媽的菜式是什麼來的？菜名叫做媽媽的辛勤。哇，裡面有兩個菜式的。是。一個就是提香夾心咕嚕肉，加多個暖心花膠小米粥。寶哥這邊就已經開鍋了。寶哥今天你煮什麼？拉個腸粉和整個酸辣湯。為什麼有這個想法呢？你媽咪很喜歡吃。是的，她兩樣都喜歡吃，但這個腸粉是養大我們兩兄弟的。爸爸媽媽做的時候太小了，七歲到，哇，他不讓我落廚，我偷偷地去請教點心師傅。有一天媽媽的生日就做給他吃，哦，他感動到哭。嗱，短嘢啦，嗱，你真的不要手震。阿寶哥有牌啊！好，搞掂。蒸腸粉，呢個是腸粉餐啊。咦？佢咧？佢咧話？佢咧話 ？Understand？ 雞湯花膠小米粥用嘅。哦，但呢個好黃油喎，呢個雞湯。係咯。哇，真係黃。嚟試下，試下，試下，試下。佢嗰個黃應該係嗰啲雞油嘅黃。嗯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好，睇表演。睇下點樣撩腸粉啊！睇個水平先。原來咁多功夫啊！哦，嗱，撩啦，撩，撩佢，撩，哦。而家呢邊咧 ，Alan 咧就將嗰啲咕嚕翻鑊，再回油，再炸翻脆佢。哎呀！哎呀！似啦，似啦，似啦。得啦，得啦。嗯。因為整個汁啦。係。包啦，包啦，包啦，包啦。OK。咦？咦？好正。哦。哇！你睇下 Alan 擺啲咩個碟度？各位，你見唔見到 Alan 擺啲咩喺度？哇！呢個冰碟啊，點解用呢個冰呢？啲肉熱嘅，咁你個冰碟快啲降温，等我嗰個糖咧會硬啲。有得鬥啊！我覺得。係啊。係咪開始啊？開始。小米粥，跟住菜片圍邊。係。米字形咁樣，跟中間擺花生啊，擺花生先。如果而家阿寶哥叫你幫手，咁點算啊？嚇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夠鐘，停手。王牌 ，Ricky， 系王牌，人同啲人食都冇辦法噶，喂，點樣喂？分湯嘛，鮑魚魷魚蝦，鮑魚魷魚蝦 ，OK， 知道 ，OK OK， 哎，呢點 ？Ricky， 你仲有五秒，四，啱啱好，三，二，一 ，Ricky 停手，我哋總括時間仲有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手。點啊？餸名叫做媽媽的辛勤，其他餸咧叫做提香夾心酸甜肉同埋暖心花膠小米粥。首先食夾心咕嚕肉，跟住食個金筍仔，最尾食苦瓜，酸甜啦，跟住辣啦，最尾食苦瓜代表媽媽對我嘅苦盡甘來。糖醋汁要推到起曬膠，咁佢一摸落去咧，佢啲水分就索唔到入去，你就脆好多嘅。如果我係阿媽咧，我會好感動。苦瓜咧醃過，醃過係醃即過，咁配搭嗰個甜酸係夾嘅。Christy 咧，酸甜係啱啱好嘅，加埋呢個冰碟落去咧，其實成件事我又覺得好 match 喎。暖心花膠小米粥。落咗好多雞油啊！雞湯做得好濃郁、好厚，小米咧索曬嗰啲雞湯嘅味啦，好味嘅整得好。多謝。我覺得直情係有魚子叉嗰個感覺喺度，好有好窩啊！咪雞湯啊、雞粥啊，唔知點嗰啲咁樣。呢個送俾我媽媽同埋我嬸嬸一個致敬。我嬸嬸咧就係我爸爸走咗之後咧，等同於我媽媽一樣噶啦。呢個係家鄉蒸腸粉，咁入邊主要材料係肉鬆同埋木耳。呢個係越南海鮮酸辣湯，咁入邊咧有鮑魚咧同埋蝦。好越南嘅味道啊！阿寶哥呢個汁又真係教得恰到好處喎，真係個腸粉咧，嗰個皮咧做得好滑嘅。咁但係餡個味道就好似冇乜特別，即係好似好平凡咁樣樣。其實我想刺激啲咧，加啲香茅落去嘅，變咗嗰個主題又唔啱啦。跟住食個越南酸辣海鮮湯，嗯，望落感覺唔覺得辣，但係一食落去好辣。
好味啊，好味。反而我中意酸酸辣辣啊，呢種東南亞嗰種我係中意嘅。Jackie 中意邊個多啲 ？Alan 89分，寶哥78分。事實上佢都感動到我嘅。次哥會撐邊個咧？佢俾 Alan 93分，寶哥85分。寶哥嗰度我都俾過分嘅，問題係佢冇可能喺嗰度拉個粉皮嗰度失手。最後 ，Christy 會唔會令寶哥反勝咧？结果他被 Alan 85分，宝哥只得66分，大师兄成功以267分胜出。我讲了宝哥先，那个肠粉整了几次都整不到，同埋这个故事 feel 不到大众的故事咁样咯。咁但相反，阿 Alan 非常之贴题，今日 Alan 咧就赢了今次的比赛啦，恭喜晒！